台北昨天有首映会，新科市长柯文哲还录影推荐。爱情哦，应该就像空气跟水一样，平常不觉得，但是没有的时候才知道说它的重要性。新科台北市长柯文哲难得公开谈爱情观，原来是帮电影拍摄宣传。新片《相爱的七种设计》从台北获选2016世界设计之都作为背景，取材大量台北市的场景。难怪柯P也力挺拍片推荐。宣传影片由导演陈鸿一亲自掌镜，柯文哲一次 OK。票房胜利。个人呢，在戏里面呢。都会争夺我们的这位女神。女主角徐伟宁出席首映会，不怕寒流来袭，一袭金光闪闪露背洋装相当吸睛。其他男演员莫子仪、白子轩、邱彦祥、王大陆等人也都以帅气西装出场。片中徐伟宁周旋在两名男主角之间，首映现场主持人要求他选一个，莫子仪、白子轩狂献殷勤。他们两个人的火花就一来一往，非常的有火药味。我当然还是希望如果票房好，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鼓励，但是其实这件事情在我们心目中占的分量是不是这么重？其实我觉得倒是还好。对票房看得很开，《相爱的七种设计》即将上映，柯P现身支持，希望能帮新片加分。记者陈俊宇、温赛 S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